Okay, this video we continue, we just follow the last video, still talking about who, Lao Zi, and also we can compare Confucius, 孔子, 因为他们都是, 都是 what, 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那个时候的人, 都是那个时候的人。孔子是春秋战国时候的, 战国时期的鲁国人，鲁国人。那老子呢，是春秋战国时期，也是那段时间的，是楚国人。老子啊，我们叫他 Old Master, right? In English, right? Chinese, we say 老子。Then maybe you say, Ying, I hear somebody, they say, 老子 they have a name, 姓李，名耳，字丹。You're right, let's figure out here, okay? 姓李，名耳。自丹，老子 I can say 老子 Also we can say 姓李名耳自丹 Some people they say 老丹 Some people say 老丹 means 老子 Some people they don't want to say 老丹 They say 老子 means 老丹 Okay, again We say 老子 Because some people they say 老丹 Somebody they say No They don't think the old master, the name is 老丹 They don't think so. Okay, but somebody they say, yes, that means it can keep both. If somebody say 老丹 from here. If somebody say 老子 oh, I hear they say 老丹 One person, and that's it. One person, and that's it. Okay, so then which one, either one, you can keep another one. 老子 you can keep 老丹 either one.那今天我们讲一下老子哦，老丹的那个书叫什么？《道德经》，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道家思想，那个书叫《道德经》，《道德经》。Or can say 那个书叫 Just a guy the name 老子。Last video I already say down here, right? You can say 老子 ，You can say 道德经。It is a name. 老子 we already say 老子 is the person name, right? 对 person name. 这个人叫老子 or can say 老丹。那么我们 compare 一下他和这个孔子有什么不一样？孔子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老子的思想我们叫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孔子的思想我们叫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 儒家思想那两个人都有 totally different OK 两个人都有思想 OK you say thought 思想他们有不同的思想 OK you say thought in Chinese we say 思想孔子是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老子是道家思想那孔子的思想呢是讲道德礼仪规范老子的思想是讲什么呢讲弱和强强 strong 弱 the weak 强弱 OK let's figure out here I have this one here 老子的思想是讲强和弱孔子的思想是讲道德礼仪那老子是教人生怎样生活人生就是顺其自然强弱 OK We need to figure out that one here OK Strong 强 versus the weak 弱这个是老子的思想说做人人要弱弱呢 the weak 要顺应自然要和大自然是一样的你和大自然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两个呀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了不起的人物那孔子是什么呢孔子是 educator right educator educator yes educator 教育家孔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 OK 那孔子 compare 一下孔子还是一个什么呢 OK, politician,
政治家啊，政治家 politician， 政治家 politician， 老子也是政治家 politician， 政治家还是什么呢？他们两个 both 就 compare 一下，还是什么呢 ？You say thinker， 是 thinker， right？ 思想家，两个都是思想家 thinker， 思想家，孔子是思想家。老子也是思想家 ，but don't forget last one here. You can see down here. What's it here? Philosophy, 哲学家，哲学家。孔子是哲学家，老子也是哲学家。Both is a philosophy. In Chinese, we say 哲学家。那他们两个都是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 thought。不同的思想 ，Let's figure out here. Let's figure out here. 那我就是再 review 一下，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讲的老子。今天我们主要讲的 more emphasize talking about who 老子的 thought 思想。老子是什么思想？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讲什么呢？顺应自然。顺应自然，那 compare 是 strong and the weak， 强和壮。这个道家思想是强 strong or the weak？ We have to see. Okay, we have to see. 讲一下啊，那再复习一下，我们再 review 一下，这个道家思想到底是强还是壮？是强还是壮 ？Strong or the weak？ OK， 强。还是弱。那我们再 review 一下这个老子的老师桑荣跟他讲的这个几句话，因为老子有一个老师，那特别的聪明，叫商，姓商，名荣，商店的商，商品的商，商人的商，容易的容，商荣。商荣这个人呢，就是说是老子的老师。那有一次呢，商荣非常 sick， 就是病重，或者说重的很，病的很重，非常重 ，must die， 要死了。那老子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紧张，特别好，就是不停地问老师说：“老师啊，老师，就是在你 when you on life， please can you teach me more？ 再给我几句话，再告诉我一点，再教我一点东西。”这个商荣就教了他三句话 ，I think you can remember that, right？ 说如果你要是坐车的时候啊，到你家门口的时候，到你老家的时候，经过老家的时候，路过别忘了下车啊，意思是你别忘本啊，别忘了 you're from here， OK？ Don't forget， however。那这个老子一听说，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老师您的意思是说让我别忘了老家，别忘了本，别忘了我是从哪儿来的。意思是说我以前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现在很有钱，现在是一个大官，但是也不能忘了过去，一样的，对吧？就是告诉人们别忘了过去，让人们谦虚，呵呵，谦虚，现在人就是一个谦虚，别忘了以前，让他记着点。第二句话是说什么？说你走到一棵非常 old 那个老的树的前边的时候，你要屈身弯着腰，这样快点走过去，别影响别人，别扒着别人，这样子的，你不能这样很直的，你要是弯下弓身屈行快走。那这个商荣是讲了，老子说您的意思是让我孝顺父母，对吧？那这个 old big the tree 意思就像一个长者 old person old people parents， 说你要孝敬老人，对爸爸妈妈要好，对父母要好。那现在也一样啊，我们也一样，对爸爸妈妈要好啊，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尊敬 the leader 领导啊，对吧？ big level 都要尊敬，而且尊敬所有的人呢，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有礼貌尊敬的意思。那商荣又告诉了一下这个老子，当然老子肯定问他说，老师老师，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点知识，再送我一句话，送我 give me another sentence， 再给我一句话，让我跟您好好学习。因为你知道商荣现在是
very sick. 那老子很担心，说老师啊，在你就是还没有死以前，多教我一点啥，再知道一点，再教教我，再告诉我。老师说，好了，那这样吧，老子啊，你过来看看，看看我的嘴有什么。老子就看吧，看看老师把嘴张开了，尚荣就把嘴张开了。老师，这个老子就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看了，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就是 only have a tongue。然后那个，这个老子啊，就告诉这个老师说：“老师，我好像nothing，only a tongue。Your tongue there，你的舌头，你嘴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舌头。”这个商人就点点头说：“那就对了，那你再看一看还有什么？”那老子再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好像真的没发现什么，没看到什么，没有看到啊，看到我的牙齿了没有啊？老子再说：“没有，真的没有看到，没看到牙齿。”商人就问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啊？”老子就明白了，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做人要 the weak，要弱一点，别做那个强的。那当然了，商人就说：“你看我很老了，对吧？我的牙没有了，牙是不是很结实啊？Hard，很结实，很硬，对不对呀？我的舌头呢，要是和牙齿比的话，the tongue compared the tooth，right？的舌头是不是很软呢？还在呀？意思是说。”你的生活你要记住，if you want a long time on life，OK，、okay? 要学习 the weak 柔软，才能活得更久，long time on life。那老子啊，就学会了，老子啊就明白了。那老子说：“老师，还有没有？再告诉一点，再讲一点，再说一点。”上就是 right now is good enough，OK、okay?。够了，那怎么说？天下事尽矣，天下事尽矣。这个呢，天下为那的天下国家，天下的事儿，国家的事儿，所有的事儿，全部的事儿，尽矣。No meaning，尽矣，到头了，the end。说，意思是说什么呢？在这里的天下，就是所有的事情，生活里所有的道理。你都会了，you know how can start，你就知道怎样生活了，你明白了所有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讲了一下这个老子跟他的老师桑荣这个一段对话，这个对话的 dialogue 的对话，就说了学习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已经说了一下孔子，据听说孔子好像没有老师，对吧？孔子呢是学习 from by himself。但是孔子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的人，非常好学的人。怎么知道呢？太多了啊，太多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办法去 compare。我想说，老子老，哦，孔子老。If I say 孔子老，somebody they say 老子老。I say 老子老，somewhere they say 孔子老。It's difficult to say because it's very long the history in China。那有些人说老子老，有些人说孔子老。那 we don't talking about that. We don't explain to say who is old more who. OK，我们不去说，我们不说孔子老还是老子老，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和老子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呢互相 they know each other。They know each other, yes. How we know that? Because we know it's Confucius. 孔子 contact 老子，问过老子的一些问题，讨教过，请教过。因为 what I say 讨教，maybe you hear this one from somewhere. If I say 请教，you understand, right? 请教，那就是 more polite say ask some people from some want to learn something。请问，请你教我一下，请你告诉我一下。请问是 excuse me，然后那 still you have some questions ask them。请教就 please teach me，tell me some something。
教 and 教 both means teach. Okay. 请教一下，请你教导我一下，请你 teach me, 请你 tell me something. 那 I say 讨教 I say 讨在这里呢 sometimes before we say some very poor person, they don't have food, 讨饭要饭 give me meal, I need to eat, 讨讨有要的意思 give me something, 要的意思讨教 still means really want to say, please, can you teach me, can you tell me, 讨教 both they work, 讨教请教 OK, all they work. 那在这里呢我们是说的是孔子呢就向老子呢讨教了一下一些问题可能两个人就是 talk 说了一下那意思是说老子没有孔子聪明吗还是孔子比老子聪明什么意思 What does meaning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什么孔子更喜欢学习呀、啊、喜欢学习呀、啊、对吧都喜欢学习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聪明 OK anyway in this part this time we more prefer talking about what talking about 老子的 thought 思想道家思想那道家到底是什么思想 maybe you already know that 无为就是说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他有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啊他说的很好的一句话看一下有一句话叫做无为无欲无争无为顺应自然自然是什么样大自然 the world 啊，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什么样无欲欲 OK 无是没有的意思无是没有的意思欲呢是欲望 extremely 想要的意思无欲不想要得到什么的 don't need more and more and more okay they don't want to okay the 道家 they say down here 无争别人有的 I want to 就叫争我争那是别人的我想要别人的东西那个叫争不争争还有 compare 的意思不和别人比较无争无欲Don't need more and more and more. Don't want to. Okay, so yeah, 无欲。比如说 I want more money. I want more something, some stuff, more and more. 这是欲。欲是欲望 extremely. 想要更多的东西，想要更多的事情。Now what I say here, I say 无欲，不要贪心，不要要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道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无争不和别人争不和别人 compare 不和别人比较不和别人争 don't compare some people don't want to need from somebody some things OK 不争无为就是顺其自然那这个呢就是道家思想还有一句话叫知足足够 enough 知道了足够就是你知道知识知道什么时候就够了 just you like say good enough I don't need more 知足知子知道子是停止 stop but in that case you know how can control 控制知道控制自己知道控制自己 OK something is you know that I follow the rule follow something I know I we cannot do that 控制自己这个就是道家的思想你要知道控制自己你要知道知足这些足矣足够了如果你有一些东西 some people want more OK a more a lot of things OK for example they think some things they say no 道家思想是You have to know yourself. 这些是 good enough. 不要贪多，别想要更多。意思就是不想要你要更多东西。嗯，知足，知止，知道控制自己，知道停止。止是停止，那你怎么停止啊？控制自己啊。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Then you have to know when you need to stop. You have to know when you think you are good enough. 这个就是。
道家思想。那可不可以，能不能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老子这里面还喜欢说叫大直若屈，大直若屈，直 street， 若是像，屈是弯曲，屈是弓下来弯下来的意思，直是 street， 在这里的直大就是 bigger， 直是正直。 in that case 名字 a nice person， 好的正直的人，正直的 jackly person， nice person， yes， 好的人。若屈，若是像， look like if， 就是像，好像什么什么。所以真正好的人呢，真正这个正直的人呢，啊，正直的人，好的人，正直人，若去看上去是怎么样，现在我们非常客气的，非常礼貌的，他不会怎么样啊。他说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人，好的人应该给人感觉是什么样呢？客气的，礼貌的，简单的说就是包容别人的人。这个就是道家思想，要学会包容，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话， I don't w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understand me I w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我不担心你，我不担心你不明白我，我担心的是我不明白你。 I don't understand you, that's my problem. OK， 我 or I can say 我不担心我自己， I'm OK, I just worry I don't understand you。 那这就是一个好的人，你包容别人，这个意思，这就是道家的思想。道好 so strong, right? So strong. 是说 the weak will see now. OK, not weak. More stronger, more stronger. OK, more stronger. 大直若屈，所以直是 by itself, directly, 直 straight, 直。In that case, 直 from the 正直，正直 is just a nice person. 非常正直的人，非常好的人，正直的人。Definitely is a quality for person, right? 非常好的人，若就像是一个什么曲，可以弯曲，曲在这里也可以弯曲的意思。那一什么是弯曲呢？是可以客气呀，可以灵活呀，可以委婉呐，可以包容啊。真正好的人是可以包容别人的人，可以容纳别人的人，这明白别人的人，理解别人的人，这。Have a some feeling if somebody sick, uncomfortable. Say, oh, I have a some feeling, right? 理解别人，包容别人，这个是道家的思想。它只是 for example, right? 还有一个也是道家思想，也是老子喜欢说的，大巧若拙。巧，如果记成巧 ，flexible or smart， 巧有灵活的意思，有灵活的意思。我们以前会讲。这个人呐，这个女孩子心灵手巧，或者我们会说这个人手很巧。巧是指他可以用手做什么东西，可以 figure out computers， bicycles， motorcycles， and fix the car. Means they really know how can do something. That's for a man. If for a woman， 手巧 ，maybe more prefer they know how cook the nice food. Maybe they know how can make the sweater also something for lady part thing. We say 巧 more prefer with your hands doing those things. But Chinese we have the word 心灵手巧。心 is a heart, is have a nice and a warm heart, and still 手还很会做东西，会做饭，会整理房间 is beautiful, and 会 now sweater and cleaning for home part doing those things.Can do some things or big things. For men, it means can fix something. 巧 flexible, doing something 很灵活。I also can say smart. What do you say here? 大巧若拙。拙是拙是 not flexible. 拙是有点像 stupid. 笨 stupid is more prefer say is not smart. But 在这里拙 means
not flexible because 巧 flexible. Compare opposite. 拙 is 笨 means more habit means not flexible. OK. 那他说真正大巧真正聪明的人这里的巧也是可以是一个 nice, smart, 聪明的人看上去很笨 look less not 聪明 but we are smart. 我们有 we live, we around your neighbors, your friend, your coworker, some people, they have look less nothing, but you can say, no, that person is so smart. Look less nothing, they know nothing. No, they know a lot. Okay, now they work. 大巧若愚的若 remember, look less, 好像好像若就是像像好像 look less means look less, 好像真是真正的非常聪明的人看上去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这个也是道家意思说简单一点道家思想也是很包容的很含蓄的很客气的 OK 这个是道家思想不管他是说大巧若拙这就是拙 right 大小大巧巧和拙 compare 巧 flexible OK very flexible 拙是 not flexible opposite OK 大巧若拙这个人看上去啊，真的非常聪明的人看上去并不聪明我们可能是有 maybe you're leaders maybe you're co-workers maybe you're boss so why they are boss because they are smart right so the look less not smart but you know that person right we like to say 大巧若拙这是道家思想喜欢这样的就是你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你给人的感觉应该是看上去很普通 very formal not formal very general 非常普通的人其实呢你知道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好像 just we like to say inside so smart OK inside so smart and look less is normal person OK 那他这里还说了一个 after this maybe you're really not this one we use this one not a lot of time 大智若愚智 you know this 智慧聪明若像是愚笨那因为智 and 愚 they compare they are couple 智 smart 愚 stupid not smart so 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聪明的人看上去不聪明意思好了那道家的思想尤其西单道家的思想 more prefer inside not prefer inside more prefer more emphasize 里面For body, 里面 smart for the heart, 头很聪明 warm heart, 心很好，但是不给你看出来，看上去很普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个是道家思想，这个是道家思想。那 also 道家思想也会有一个是什么 ？follow 自然的思想 ，follow 顺其自然的思想。现在我们可以 figure out， 那就是说老子的老师。老子的老师商容给他讲的那个道理 Why I review them again Because it'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you say Are the tongue still have The tooth not They will say You look at 生活应该像舌头一样柔软牙齿不能那么坚硬、不是那样子的、不是 OK So they just say 生活你要看上去很弱 look less 很弱看上去并不聪明其实你很聪明看上去并不灵活看上去并不灵活其实你很灵活 for example we already sit down here again right、okay. 大智若愚智是智慧真正特别有智慧的人大是 big、right? 在这里是 big 智慧啊，非常聪明的人看上去很愚笨有点笨其实他一点都不你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That's one here from 道家思想 Keep this one here, okay?
So then, 大巧若拙，巧 and 拙 they are compared. 拙，若像。So 有的东西看上去很啊，真正灵活的东西看上去很笨，但是 they are so smart. They are so smart. OK, 大巧若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看上去很笨，但是 they are really smart when they work. I can see some machine, right? For the science, even for the computer, something run, they are really smart. 大巧若愚 but we still more prefer for the person. You can say something so for person. Then you, maybe you say, 盈盈 yes. Then you say, we say 大巧若愚 or we say 大智若愚 大巧若拙。We say 大巧若拙 we say 大智若愚 Both they work, however they say just one meaning. 它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人很聪明、啊、真正聪明的人真的聪明的人看上去一点都不聪明。表面上 outside look like nothing, but they are really smart, the inside.Okay, that from the different way they say. Okay, and this one here they say, my prefer say, well, my prefer, they say, from the 智慧聪明智慧 they say, 真正智慧的人看上去不是那么智慧其实看上去很笨看上去很笨其实他们特别聪明看上去很笨的人 look like is not smart, but they are really smart. 他这就是大智若愚 just keep it 若名字 look like 若若 OK if 若若若就是好像啊那 if 好像 look like 是好像 OK 大直若屈真正正直的人 nice person 看上去若屈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非常客气的非常礼貌的 When we say some nice person Why we say a nice person? Because they are polite Because they are very nice How you know that? 他总是包容你可能非常客气的非常礼貌的非常理解你的非常明白你的 Oh, I understand that So, 他非常非常明白非常这才是真正的 nice person 就是大直若屈好那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儒家思想那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可能你知道达芬奇 maybe you know 达芬奇人达芬奇叫适者生存 I want to say versus 弱者生存那这个道家思想啊道家思想它有一个问题除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外表看上去不聪明除了一个非常智慧的人外表也看上去非常不智慧他都是讲的是 inside 我们就会说外面看上去没有什么非常普通其实是有什么这样 or weak or strong yes more strong 道家思想非常的 strong so strong no weak 但是听起来 look less the weak 弱是一个弱弱吗 No No 不弱啊非常强道家思想非常强啊那这里要讲一个适者生存 You know that 适者生存你要 follow the life 你要跟着这个社会走你要跟着你的工作走跟着你的学校走跟着你的朋友走跟着 follow your life 你才能 on life 适者生存 OK 那道家说什么呢道家说弱者生存 For example The tongue still how The tooth not how The teacher say that right here 老子的老师商容 say that right here Same thing 一样的那弱者生存那就是更那个一点更往后一点更往后一点就更客气一点更礼貌一点适者生存是 more prefer more emphasize 你要适应
你要适合你的工作，适合你的生活，适合你的 life， 适合你的家人，适合你的学习，学校、同学、朋友、工作、老板，或者你的 neighborhood， 你要适合，你要说叫适者，者是人，你要适应那个环境、那个地方、那个工作生存，你才能 keep， 你才能做这件事，你才能 on the life， 你才能活下来，对吧？ Something， 弱者生存。那弱者生存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弱 ，if directly translation， 弱 just the weak， right？ 弱。那弱者生存意思是说你不能和自然相反。You cannot， okay， go different way。For example， 大自然。外面下雨，你不能说你停止下。如果它是雨天，你要想雨天你应该做什么，夏天你应该做什么。如果有雨天，那你不能，你应该表现出很弱。意思就是说你要适应自然，你要顺应自然，你不能和它相反的方向走。说夏天不行，夏天我要做冬天的事情，冬天我要做夏天的事情，不行。那你要顺着自然去做，要去按一个弱者的方向去做。OK， 弱者生存，存是 on life 的存，弱者生存，它俩是其实是一个道理，但是弱者比适者更 strong。Why？ 适者是说适应，弱者是不表现出来，不表现出来，就是对，是弱者是不表现出来。是在 inside， 弱者 more prefer inside， 适者生存是明要适应这个环境，弱者是我表现的没有那么 strong， 但是 I'm so strong， strong heart， OK， so you're really not something， 但是你不表现出来， OK， 那弱者这个就是讲的什么呢？讲的是道家，但是这个呀、啊还要再讲一讲，还要再讲一讲啊！他这里还有一个“知足者常乐”，也是这个，你可能知道这个成语“知足”，“知足常乐”。All you can say， 知足者 ，you can plus the 者 is person 人，知足